射精，基本上每个人都知道，其中经典的一部分就是上了白骨精，是一个家丑不小的故事。在这个故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改编，兼顾了娱乐性、商业性、质感，更完整、更震撼。三打的故事是肯定是升级，一打打的是暴力、武力。虽然他是一个，没有人能够说服他的，还没碰见这么厉害的一个对手。二打打的是智斗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说，想用张一凡骗老老孙，没那么容易。住手！第三打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上了白骨精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故事，一个新的世界，西游题材魔幻故事，非常非常深刻印象的一部电影，出乎我意料的好，适合全家人去看。西游记，三打白骨精，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。